听说又出新模式了。确实这个模式可以好几个人一起玩，是可以一起防守猛鬼的吗？对啊对啊，一起玩好有意思。那我们一起去试试吧。空中中准备开始，游戏开始。我们六个人先找好床发育，接着防御住猛鬼的进攻，不断的升级门床和炮台。猛鬼也是越来越打不动我，由于我们齐心协力不断的发育不断的升级，最后也是含泪取得游戏胜利。